尽在天元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元。好的，欢迎回来。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另外一盘，也是中韩之战，而且大家比较关心的是由我们中国的柯洁九段对韩国的金智熙九段。那柯洁九段上一届一世杯是没有最后拿到冠军啊。所以呢我们相信像柯洁九段这样的优秀棋手肯定是目标应该是直指冠军的。应试杯对，那肯定那个应试杯其实冠军还也挺难拿的，因为四年一届，对，机会少，是机会少。你看，像当时的，就是中韩的领军人物，看一下这个是开幕式吗？今天在棋院的情况，还在棋院。对，这应该是，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主席宣布比赛开始，对，就是柯洁九段，那柯洁现在这个状态也真的是非常好啊，是，前不久刚刚是农心杯立功了，半木，这个阻击了朴廷桓的连胜，那场比赛应该大家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而且好像，今年以来啊，就正式比赛当中，柯洁几乎是全胜，只是在围甲当中输给了汤伟新，其他的这个棋局是全部是获胜。是陶心兰。对，陶心兰现在等级分很高啊，好像十二，我印象中是不是十二还是十四，反正很也是排名比较靠前，十位后面一点点。对对对，前十五名，能够。参加应试杯这样的大赛，其实也是说明了他们近期的一个状态的表现，因为我们那个现在参加这个世界大赛，国家队他们内部是有一个叫积分的，是吧？对，有一个积分的一个系统，就是根据你各项比赛，好比你有世界冠军、亚军、四强，都有相应的积分，根据这个积分来排名。不过这个应试杯还有个特点，就上一届的冠军，他应该是保护的，那肯定了。冠亚军，这是唐伟新冠军，亚军是朴廷桓，对，他们两位第一轮也是轮空。唐伟新也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越是大胜负越能发挥水平的一位棋手。其实唐伟新啊，要说起等于分比这个现场很多棋手都要低一些了，但是他。就是越是在大胜负这个关键的棋局，他越能爆发出这种他的力量。赵晨宇，对，赵晨宇也是我们国家很有希望的年轻棋手。是，像刚才这样的比赛场景，其实在一年之前是绝对想象不到的，那这个应试杯的比赛会在这个电脑上下。是啊，所以今年也是很多这个我们见证历史的一些事情啊。是，刚才这正好也说到这应试杯冠军很难拿，中韩的当时的领军人物古力九段和李世石九段都没拿过。对，都没拿过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遗憾。近几年来的风云人物，中国的柯洁，那个韩国的朴廷桓。朴廷桓是真也是可惜了，这两届亚军，就是说是八年了，蹉跎了八年，今年还是要拼一下啊。对对，好，那我们就曹老先进入今天的棋局。好的。金智熙的白棋，柯洁黑棋。柯洁和甄子熙也是前不久围甲联，前不久的围甲是围甲联赛，对，八月底刚刚相遇过，那盘棋是柯洁获胜，而且赢得非常的干脆，我印象中是的，好像赢得很快啊。正好刚才说到柯洁近期就输给唐伟新一盘棋，好像如果是作为苦手的话，说不定唐伟新是柯洁的苦手。是吗？是唐伟新，我当然没有很确切的记得他赢了多少盘棋，感觉好像他经常赢柯洁。但曹老您别说，就金智熙
我们印象中好像觉得应该是柯洁，是不是应该对他成绩应该比较好吧？嗯，但是他们俩的交手成战绩在这一盘棋之前，嗯，好像还是金志熙领先一盘。啊，嗯，他们也之间两个人交手也比较多。那就是最近，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7-6这样一个比赛。那下的还是很多了，挺多的，对。嗯，可能金志熙应该赢的是比较早一点的。啊。不过柯洁其实一出道就比较强了，就是说柯洁能够和金志熙对上的时候，当时的柯洁已经很强了。对对对对对，金志熙也是，其实当年也是在韩国也是被寄予厚望啊，是都叫这个皇太子嘛，嗯，是吧？好，中国刘。好，中国刘是多年未见了，真的是可以说好久不见。那柯洁九段好像最近也会下比较有心得，嗯，这就是他下了中国刘。对，这个定式了，现在一挂脚哈，尖顶已经快变成定式了。对，点三三，嗯，点三三也是定式。嗯，现在这样的开局就非常有这个时代感，这就是现代布局。刚才我们那盘棋说申真旭，这个 AI 吻合度对很高，对，是吧？就说明很熟练，棋也比较强。其实柯洁九段也一样，我觉得，啊，是他们都非常的对 AI 这个招法非常熟悉。现在状态好的年轻棋手一定是非常用功的。对，现在你花时间就有很明确的收获，你把一个变化就真的能猜得特别熟。对。所以这个成绩的背后啊，其实也是有很多对这个努力汗水。就像原来的话，你就是很用功。其实在我那个时代的话，跟我同期的话，有很多位棋手，我们都给他起到外号叫打谱机。嗯，整天在那打着谱，时间花特别多，但是它的效用跟今天就对着 AI 来猜棋的话，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哎，其实曹老，我记得这个人工智能刚出来的时候，大家还猜测，就说用了这种通过新的训练方式，会不会这个棋坛的排名要重新洗牌了？说是不是？但是目前来看，好像还没有啊，强者恒强。但是现在强的，就是棋手变多了。更多了，哎，就是他们的差距就缩小了，差距也变小，并且好像竞争更加激烈呗，就是能参与竞争的棋手就这个数量就变得多了。没错，我觉得像应世杯啊，今年是有30位棋手参赛，这里面世界冠军就有10几位好像。对。想，所以这个这种大部分都是所谓的一冠王嘛，对，是吧？所以想在应世杯中夺冠也是要过关斩将啊。对，哪个比赛夺冠都要过关斩将。而这次比赛，那应世杯它好像抽签它是定位的，第一轮抽签之后就不调了，不调。以前我们是说本国要尽量避免本国相遇，是每一轮可能还重新的抽签，这次。我觉得签位也挺重要的，很重要。这次的话，就是签位出来，抽签出来之后，就是有评论说，就是主机那个柯洁夺冠的最大的对手是我们的中国棋手啊，那就是中国他那区中国的棋手，中国半区集中在这一，是吧？中国棋手集中在跟柯洁是一个半区，是的，嗯。好，这个又是飞鸭，对，跟刚才那盘有点像、啊，有点像啊。它这个点三三，我觉得这前面真的都是套路。
炒了。他们太熟了。这个碰。碰，对。也是套路。对。就是在小，就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好像碰的特别多，是吧？中国流的结构。中国流的结构，对。不管那边什么样，反正对对，这半盘，我就算在小中国里也会也会靠对。我刚才看好像应氏杯，还有哪一盘棋也是靠手的啊啊，好像是那个还有一位欧洲棋手阿里啊，好像是阿里靠的还是他对手靠的，反正也下出这个变化。哎呦，前面几十手也胜率不落下风。都是 AI 的招法，对。这段布局看的是实在都，不一点新鲜感都没有。这个呀，就不知道，就不知道的话，看出来也都是很多的。对，就是没错，就是刚才我看那个欧洲棋手，当然也是职业棋手啊，这位阿里也职业棋手，但是你看他前五十手吧，至少前三十手、前四十手。胜率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出入。这个下法前三的时候应该是没太大的出入。你通过前面几只手看不出来这个棋手的水平。这个也好像也现在也是一个定式的下法。是。打吃。然后粘。粘上。这都是。拐。套路。对，接下来这个拐好像是一个有打吃的。好像最常见是打吃，打吃完了呢就吃掉，对。然后拐打提，把这个吃掉。这个最近有出现过，对，有出现过。就这盘棋，金枝西九段还是变招了，他二路拐，然后黑棋上面压，对。那些拐，金子西就是为了这个拐，为了这个拐，就是有点余味。对对对，他不希望一手被你吃的太干净，然后他搬这个，他再立。对，嗯，这样子虽然也能局部是死了，这四个子也吃掉了，但是脚上会留下很多味道。对，我再打吃这个，我再打吃这个依然是先手，就是你还是得走这个，还是在走哈。不走不行吧？不走不行，不走这断了，有拐出去了。对，不行，还得花一手棋再吃掉。当然，你如果是去先补前外边的话，这个地方你官子会比较亏。嗯。他点一个之后，好像不太好办。这个他已经全有目了，又有眼位又有目。对。所以他有这个点，还是选择挡住的外边呢？他就是软一些。比如说白的提掉的话，这一带以后黑棋不太好动。是，当然他现在不需要马上来提这个。嗯，应该在上面出动了吧？啊，出动这个。对，他是靠。这个棋不知道他动的早不早，他应该是会拐这个。是拐。嗯。然后他虎出来，嗯，这个是他这个有准备的下法，我觉得是。哎，这个爬火有吗？不往外走，你如果顶上，我可以往这里拐，不一定是虎这个。他要想就地做活，他好像是飞这个。啊，这个也有是吧？对，他要想活，他就是先飞。这个如果走这个的话，对，他就爬掉。爬掉再尖，他如果就地做活，我觉得他实战选择的这个，他就是想虎了，他就想出头，出头是吧？我觉得他是有想法的，这里是有备而来。那出头也有利有弊，就是这样。对，有利有弊。虽然他是可以搬，搬时候和黑的应该是不能断，断的话他有这个打吃，这个只能长。然后他这个地方是有个搬，对。这一般还只能吃，不敢搬了，只能吃。对，这样的可能被搂一圈啊。他就搂一圈再回来吗？他是这样。
是撸什么时候撸？我也可以先爬这个，好像爬也是白棋全力吧。我可以先爬一个，这个我只能长。嗯，这个滚好像还是需要滚，是吧？滚圈，反正棋形黑棋是不太舒服。那这个是想拉回来的，敢不敢拉？应该敢吧。开劫，开劫。嗯，你这不能给我提吧？这好像黑的是不行的。嗯。所以实在黑的是也没有断，没断。这个太凶险了，这断上去。这有点。啊，他虎上去，虎了。还是稳一步啊。那白棋。棋局还早。嗯。稳一步。啊，他走到这里加了。嗯。提。然后拆。嗯。黑的牌步调还可以，我觉得。对。这个是正是吧？稍微有点松缓，稍微啊，这个可以考虑点这个或者点这个。是。点这个藏在这里。哎，白棋这个提掉一个子就很厚，蛮厚了，蛮厚了。啊，这一带还有一些借用，对对对，这一带有些借用，就想要下的更紧。他可能是有点担心黑的在这一带的反击，嗯，对，有可能这个子是不是？对，可以考虑。他这个是走的稳健了一点，这两个点呢是比较凶悍，是吧？是不是怕点不到？对。他至少怕从这边出对这三个字有影响，所以他这个是比较稳健的想法，也是有他担忧的地方。嗯，小剑就阻止了白棋在这里端打，是端到这跑出来，你打折我正好刺你一个，是，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这样了。嗯，他这个点依然是个要点啊。嗯，对，依然是要点。这个棋也很有意思。我们刚才说白棋是拔了花之后有点厚，嗯，但是真被黑棋这个贴身攻击的话也要小心，白棋也要小心自身的这个眼位啊。对，也不是说100%这棋就是活棋。这个其实第一感是在这里点，可能有点不太负责任，反正棋想放在这里。下一手可以压过来啊，然后这边要这个好像是一个棋形的一个地方，嗯，黑的应该怎么下？这个是不是太俗？嗯，对，这个我是欢迎，对吧？你可能还得再一下，再一下啊？就想能不能两下？不行，这个被拐过来不好办。那我就你就再一下呗，对对。这一下就俗一点啊！你要下在这里，对，我很想尖的。有可能，我这个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好的地方，是，那有点，那就不行。他实在是跳这个，我也是，他也会出头，我也是没想到的。哎，对，被他这个飞出来了。他总是要出头的。这手棋我是打一个问号。嗯。我觉得他这个手棋可能曹老就像你说的，刚才是不是还是走的紧凑一点好？紧凑一点，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松了一步以后被黑棋放不上头，对，被黑棋这个尖在了要点上。但是这手棋好像也是凑黑的出来。对，这里黑棋总是想要出来的，想要出头，凑黑棋出来，然后白棋再压，这个啊，白的先压，再压，然后黑棋先刺好棋。交换以后再贴回来，这也是一个步调啊，你就不好意思再弯了，是吗？是。点。这个很凶啊。白棋还是要强攻啊，强攻。黑棋更凶啊，黑棋这么来。这个是风险特别大的一步棋啊。嗯。因为很显然，这个黑白棋下来这你。不活，这不活。你虽然拔了个花，但是现在就一个眼。对，你现在被刺在这儿，被尖在这儿，这个假眼啊。嗯。但是白棋呢，贴回来也是有收获。这里收获巨大，但是
但是你在这里被黑了搬进去你怎么办呢？这有点很危险。对呀、啊、很危险，这块棋这棋要是就被这么吃掉可不行啊。不肯定不能简单的。黑棋或者说还有很多味道。对，你什么都不管不顾让黑的再补一个，那是。这损失太惨了，这跟这个子没法比。所以还是要仔细棋出来的。这个得失完全没有什么可比性。他是搬。要搬出来。断。白棋要在这里做眼。嗯。那白棋到底还是拔花还是厚，还是有很多借用的。对对对。白黑棋这个。他这个团子。自身气也是比较近。嗯。他是走了拐一下，先拐一下，然后做这个眼，他是知道你要来破我眼，所以先拐一下是便宜的。对，然后刺，哎，他刺完了再粘，再交换了一手。啊，他这个没粘，对对对，先刺一下，刺一下再粘，粘一下下面四个。黑棋先搬，下面没眼是吧？嗯，黑棋现在搬了。乍一看好像白棋是不活的。对。但是黑棋的问题是自己确实是气很紧啊，白棋现在又粘，气太紧。他这个粘，嗯，黑的气确实紧，确实太紧。他这个是先手被吃掉了。这个得补，这个不补一打就。一打就打没了。对，嗯，这个再补，这是绝线。嗯，然后现在白棋挡住，挡的时候，这个时候好像我记得当时看棋的时候，黑棋长考。嗯，黑棋这时候进行了长考。因为是不能吃了。要吃的话，现在只能搬。对，我在想这棋如果是不是贴紧啊？有没有？这个贴住白棋气有没有？对呀、啊，这个好像能把它吃死是。嗯。这个真的局部就吃不死了。如果你来吃它的话，它这地方它有个夹。这一夹。你怎么办？你如果接它是退一个。退一个，对。你出不去、啊。我现在如果靠这种棋。它可以就把这个搬掉。关键就是这里。这一搬掉没气了。就没气了，两口气把你收死了。我这边上面是不是好像就差那么一点。嗯，对，就是差那么一点。我长。它贴。贴。嗯。不行。就我这一带不管怎么样，我只要松一步人家一粘，我气就不够。对。我如果说。这种冲过来都没有，都没有行行啊！提我不理你嘞。啊，提他是不是从后面？不能提我后边紧，你也差不多。这个肯定是没有机会的。就是说，这个假如不搬掉呢，是不行的。现在不搬掉，他就这一搬，我就把这一接，嗯，就行了。我这个要加你，你这边要你这个能收住我的气，我这一加。你先把你吃了，这几个子吃了，一，我给你搬过了，四，对，你就三口气。你如果搬是后手的话，我有四气。对对对，所以吃这个的时候，实际上因为白棋外边有这个夹，黑棋已经不能把白棋吃掉了，这些只能给他做活。这边黑棋自身确实是气比较紧，对。现在黑棋呢？不能蛮干了，黑棋要下得灵活一些。嗯，这时候要重新构思。这个还是挺巧的。对对对，要重新构思。嗯，不吃也没关系，这棋对吧？对对对，这个还棋还很早。有的时候我们下棋容易思维僵化，就是正吃着对方，哎，突然发现怎么吃不掉了？吃不掉，嗯，就是有时候容易吃炸了，是吧？对。的高手就是他这个思路很灵活，随时就可以这个调转船头。嗯。接上，嗯，拐也是先手，封就封封，跟这个交换一手，不拐了，把它压过来，他压对、哦，难受，他压是先手，他所以他要拐，然后现在在做活了，这个在做活，嗯，做活，嗯，
那白棋其实也下的不错，白棋也还挺有韧性的啊。嗯，看本来这盘棋确实看的这块看的很危险，那白棋还是做活了，但是现在战线都拉长了。现在这个棋就是当中三个跟这个，现在黑棋的目标。希望能避得其一，有点被缠绕攻击的感觉。是，不过现在是局面是挺复杂的，很乱。嗯，这因为黑棋这块棋也相当重，嗯，并不能说是，就是说黑棋把这白棋这个吃了，这个让白棋吃，这个是黑棋是也是不行的。对，就黑棋其实这块也比较重，对，是已经下得很重了，不能弃子，咱先长。这个棋上白的。这个方向不知道，双方其实到底怎么样都不太好掌握，是吧？是这一块、两块、三块，这几块、几条龙纠缠在一起。嗯，这时候就是其实是比一个中盘战的能力了。这个地方不只是有个洼，是吧？嗯，所以他也得把这个补回来。好像白的什么地方下的有点问题了，对，好像突然。节奏慢下来了，慢了一拍。但是确实这棋很复杂，就是这种头被黑棋虎过来的话，它也是有不愉快的地方。这个有点先手一位。所以曹老当初他然后他再过来还是不管啊？要别管了，让他压、就压吧。也有可能，因为这个算对这边多一个子，好像对这三个子。你说的有道理，压了以后我也放心了，放心把这个子吃下来得了。嗯。拐完之后不是只要拐完了还要再走一个要走两下就不是太愉快了，你走一下呢觉得被他拐虎过来你还是不太好，对啊，这棋这个地方就中盘好像有点这样有点进入黑棋的步调，中盘这个攻杀的时候有时候一步棋就差别特别大，对这地方好像就是黑棋进入黑棋步调了，白的没什么地方可以转身啊。如果说这个前半盘啊、布局现在大家可以抄 AI 作业是吧，嗯，现在进入中盘了就全都得靠自己了。不是这个下法看着白的肯定很不舒服，就相当于这么熟的熟手，虽然家稍微好看一点点，实际上就相当于我尝了一个，对，本质一样，尝了一个，就这两个次序稍微变了，就这么熟的两手棋，怎么看着白的也不会好，贴在这个黑棋的后壁上。所以这地方白的一定是出问题了。嗯，可能你刚才说的这个不拐是一个，第二个呢，怎么也不能尝了，这两个这么执念的，再这么连下两个。接下来看看黑棋是黑的飞这个，飞过来，不飞确实也是有点问题，万一被他跳在这地方，这有一挤，对，这里有一个挤，对，所以他飞过去，我们尝了一下，但白棋能尝到也还也还是吧，还可以啊。但是你现在这块棋怎么办？就是说，不是说是该黑棋下你怎么办？现在是该白棋下你怎么办？白棋下还不活吗？活吗？活啊？活吗？不知道哎，搬行不行？对呀、就是看白棋活不活。搬我大概也能飞。哦，我靠！靠嘛，靠我冲过来。爬，我还爬不动，不敢爬。爬我藏进去，那你这样有点危险的，你这个不是眼。我除非这里是先手，你做不出先手，可以不理是吧？我理你一个字就行了，你连不上，连不上，对。这棋好像有点、活一手，走一手都不太好活，有点问题。哦，哟，这个那这边要被吃掉了，这个也损失很惨重啊，对白棋来说。那您被一飞确实是不好办。不，他办的话，他就很怪怪的，只能冲。
我就跟对冲，冲冲，我大概是退了。退。我爬进来有风险。有风险。你可能有这类的，但是我就再搬下来。我是不能断了，断被你爬错过来了是吧？我这我要玩。不爬，它是没有。玩我活下去。这个就不要了。啊、然后不是我好像也可以尝，也还不一定。好乱。好乱是吧？爬。嗯、断，好乱是好乱，反正你也不是不就是这个我可以退。说的这个我可以退、哦。就是这里其实白起抢最多是个一个结活是吧？对，白起抢活。对你拐这个我一家是一个结活。这上面你是一个也没那么好活。啊，所以这上面多几个子之后，你这块棋现在有点困难，不是很好活。现在白的是下在这儿。白棋干脆就。这个是要下的，中央这个其实挺大的。啊，黑棋补了。哦，黑棋加一手，补一个应该是把它吃掉，这个、总是吃掉了吧？嗯，这那黑棋收获也不小。嗯，黑棋实力肯定好了。刚才说叫本来吃掉这块可以满意，现在换到这边也跟这边对对差不多。我觉得但是现在是就是黑的整块这块棋没活，是白棋的一个目标。本来能把这块棋吃了，那这个就变厚了。啊，对，没问题。现在白的还有机会，就是。弄黑棋的这块棋，这两边目数差不多，但是对，黑棋会多一块孤棋。嗯，那现在白棋需要看在进攻当中有没有收获。正啊，嗯，不过黑棋也是很重、啊。这个那么早就挤掉，这劫财啊什么的省好多。对，黑棋很重，没眼。对，但是他头在外边。嗯。哎，对黑棋来说，就是把中府处理好，中府处理好，对这个实地应该不会差吧？啊，这些胜负肯定还是有，还早哈。嗯，就是比如说像这种棋啊，不正啊，从这里来啊，这时候就变化很多，这时候变化挺难的。嗯、对对，难。应试杯呢用时，这个时候其实需要花时间。嗯，应试杯用时是每方三小时。但我们知道应试杯是可以通过延时法点延时法点它没有读秒，对，没有读秒。嗯，三个小时之后呢，可以有两次法点的机会，延时的机会，就是一次20分钟。对，就是你最多你用到不能超过3小时40分钟。对，这个规则也是殷老先生想出来的。嗯，他这个理念其实我觉得还是对的，就是他觉得就时间就是金钱。你可以用目数来换你的思考时间。对，这具体到这个应试规则上，在比赛中呢，就是说你每方三小时，然后三小时过了，你可以再用20分钟，但是你要付出两个点。两点、嗯、啊，这20分钟又过了，你又可以再用20分钟付两个点、嗯。但是现在的应试规这个应试杯的规则就是第二个20分钟你不能超时，超时要被判负。以前我记得可以罚到6点，对对对，这次是最多罚4点，四点，对，时间就变紧了。那现在年轻棋手，他的我觉得他们下棋都速度很快，很多人应该不会用到罚点，会还是有，还是有罚的，或者有些棋局会罚到，正，就用到罚点的时候，那就要判断形势了，是吧？对，有的时候要不要罚？要不要罚？对，要不要被罚点？你如果说你有没有赶时间？这个时候你就要根据情况。你说正在吃大龙，你说这个大龙算清楚了，这个2点、4点都没关系。嗯，那你就可以买上一次这个延时啊。对对对，跑跳，这个呢好像白的下方也不是太实惠，这个两个跳，黑的正好有个飞。有点盲目，我觉得白棋的进攻啊，但是具体应该下哪里？我发现这个吃棋特别难。嗯、他现在也不见得就白的已经下决心要吃棋了，吃这块棋也是很难。太难了。他可能在进攻嘛，还是攻击中，如果说能把这边控都成为实地，他也是蛮好的。这个他就这么并着破眼。
他先瞄着这个刺冲过来，所以他把这个这里面一个断点补了。但是有了这个之后，他趁机从这里可以有个进来。对。这个也是考验一下黑棋的智估。他反正现在黑的就对多两个子总好的。白棋中间自己这个联络也不是那么完整，还是花得花手术。黑棋现在就是。他黑了以后再冲一下，他也挺难受的。冲就只能挡了。这还可以挡，那还行。我就这个没关系，是那是没事。然后虎在这儿。虎在这，它是黄袜吗？虎这个要求再划一手去做活吗？他就弯。白棋很执着呀。他这样就通过这个，他一手就下到这儿了。这是黑棋的想法。还有进攻在这，这地方就是有几段，瞄着这个几段，然后他下来，他跳，他虎，这黑的就准备就地做活。这个活是不是能虎在这儿已经？是不是不太好吃了？不太好吃，不太好吃。对，它是这样。这个只要你有这个的话，它是这样。你有这个的时候，它因为有这个叫吃时先说，你就很不舒服。它可能马上先吃你，对，你就不舒服。那你这个几段就没有了。哦，所以他虎一下，白的是不愿意虎在这儿。这个几段没有的话，他就这边他有眼位了，下去就有眼位了。对，所以这个虎白的是下不出手的，白的也下的挺好的。这个反刺一下，那你在我这个子将要被你吃又没被你吃掉的时候，先问一下，对，因为。下一手因为我这个是先手，马上就可以断掉。就是看看你敢不敢吃在这。对。现在对黑棋来说，是不是做活就？做活基本上是可以了，就够了，还是要看就活的怎么样。活的稍微好一点吧，也不能不能说太丢盔弃甲，那是也有问题的。对，就是在正常分寸下。对，稍微被弃掉一点是可以。这个时候就形势就不错。他现在你看这个地方，他还要藏出来呢。感觉还是黑棋的头绪比较多，白棋自身没有那么厚。这个地方，他要连啊，他还得连。他还是下的挺好的，柯洁，对他要连，他要连柯洁把这个子都给起来了。这个要是活了就白棋真是没什么空了。他是这样，他这棋是如果你走这个的话，他就把你冲断。这样子你要下来。对，下来的话他这个顶是先手，我然后他这样先摆出这个对杀的这个样子。对杀不就别对杀，我杀不过我这个气顶上，我已经大便宜了。这对杀怎么样？对杀首先搞不清。对，就算黑棋死了，黑棋没有什么负担。是。他通过这个收气。所以。通过收气，这个眼型要好很多。这个感觉白的不是太好。所以白棋也没有敢分段。但没敢分段。这个棋他是期待着你挡下去。我再跳，再跳，然后一手就踢过来，这个杀气比较好。对，就是不让你先尖一下，尖我现在就可以挤了。但这两下交换是不是黑棋木已经便宜了？便宜了，他可以走这个，他现在把这个吃掉了，这个可以吃掉。
眼位是个什么情况啊？这个我原来是这地方有个袜，它要冲一下。哦，现在有个单袜是吧？对，不是，它要把你分段，它本来这地方是要把你分段的，肯定是要想把你分段的。这个不能这样被吃的，这样被吃白棋是那是白棋要赢很多的。啊，对，这样吃这个你还要后手降一点，所以你肯定得这样。嗯，断线是这一个袜。哦，厉害！这个一袜坏了，这个白棋尾巴要掉了。这个退出来，这个时候再粘黑棋肯定是断。嗯，这个尾巴被吃了，这不行，打吃这里。那就断这个。起这个。嗯。提就断打，对，啊，有这个的话，哦，这个白棋好像攻击失败了，他可以把这个弃了，他现在弃这个角是没关系。这个现在白棋冲，这个冲显然是在防袜断，防这个袜，但是这个冲现在不是先手，冲不着，嗯，冲不着了，你总不能要求。一百年前先冲一下，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对，这个冲本身它其实当然你先冲掉黑的就不下这个了，对，黑棋就你这个时机什么时候冲，现在对早冲也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冲太熟了，现在冲黑棋脱先了。嗯，黑棋把这个这一场是不是已经这边掉了几个子，这有，嗯，这有，这也有，这有一个字，嗯，啊！现在黑棋单长过来，这棋是不是已经做活了？这个眼，这是个铁眼了。对，这再走一步肯定活了。但是这边上也有啊。他这棋四分台这个好了。啊，我知道。首先放放心心的，第一，你这个还不一定绝对先手，就算你是先手，我就接到这。现在你被人家吃在这，你也很难受。刺这个，对，是吧？因为你现在这两个字你要，这两个字连着这两个字嘛，所以这个可能还是算了。对，有可能。他是下在这，然后他下去把角，你看他这个是先手，这个主要是这一代黑棋的目数，对对对，大幅度的便宜，对，变成只有四五目棋子下面。这个应该也是黑棋，应该是胜券在握了。我想，这个转换，黑棋是不但是就这地方能够先手破白的这个上边空，这地方它收获很大，先手破比原来的预计划，这颗只是被吃掉的。嗯，在这儿，这颗只是被吃掉的。对，这个怎么也得有十五目棋，最多你就是这样子。对，就要上十五目棋了。你现在搞的，你现在只有五目棋，这地方就少了十目棋。你就二路，他先手。所以这而且所以因为这个这地方克劫下的还是挺下的挺巧妙的鬼，他先接这个。如果你吃我的话，我通过比如说收气，即便我杀不过你，我这个先手我活了，那我也就行了。节奏掌握这个角就不会给你吃了。当然你给我这两个子可以连回家，那么我。简单的定型黑棋就可以满意。嗯，他说这个。这个处理的好。白棋黑棋下这个。这个看看很清楚的有目。这个扳这个没什么大关系。扳断。哪里有啊，没断，现在没断。他走这个。他立了一个，吃的那么干净，胜利宣言。他是怕这里断，这里有个劫，哎，就算他是胜利宣言吧。我脚上这个味道还不太好呢，上面哪个？上面边上，他白带要补吧？这个就是空了吗？
看看他现在是。哦，他是走这个。先对。先走那么大的空啊，这完全是拼命的下法。看见了，顶进去了。37138。他应该是挖了是吧？挖。嗯。挖，做结啊，这地方，这个地方是这么拼的。提鞋。对。哇，这个要能拼成功的话，太强了。断。断。这里再补，粘上。粘上。嗯。这个要补是吧？不补是肩。不补肩是吧？嗯。提。黑棋，黑棋。白。那这不是有很多本身尖吗？对。只要黑棋这边已经活了，只要上面做活，啊，你断开它也没有意义啊。白棋粘，啊，白棋也是拼了。那黑棋就把上面做活。哦，是这样啊，这个黑的吃这个棋，我们这白棋真是拼的挺猛的。啊，对。这个就这么，一二路啊，这个，哇，这个已经是。再爬这个，然后他这棋他是这样，他希望我断是先手，嗯，这打了接嘛，对，如果要补的话，对，补的话我再爬脚里是吃有个大头鬼，嗯，如果你搬的话我断是把你吃了，对，关键是看这边能不能活，这边能不能活，所以实战其实也等于是这样一样，他是这时候就补这个了，他补然后白棋断、哦，哇，白棋我觉得也是黑棋搬这个也是拼尽全力了，嗯，哇，就哇刺，他藏了一个，这个藏不知道是应试规则是没有读秒的，没有读秒，所以也不存在打将，嗯，这个一个刺，对，这个啊，他是先刺再藏，对，这个他还要哪个？这个他看着先手看得清楚，这样对先手不是。那本来我都不要了嘛，这个是我想也赢了黑的啊，打这个眼位更好，不过他能要当然是要了，算清楚了没问题了，嗯，要这个他再一跳，这个当然也是活着特别清楚，这个也是对自己的计算很有自信，好像是下到这里吧，这是最后一手，对，黑棋活了一跳，这棋是活了，局部已经活了，对，活了，就是那他尖顶是什么？尖顶的话，实际上看着最简单的是，他都可以去退一个就活了。嗯，你只有夹着破眼。对，我就走这个，然后把气全撞紧了，这一扳。哦，跟气有关系。就是你这个都没气了，是吧？我这个打吃接上，铺一个提掉，嗯，再打吃。接上一扳，二一扳，他就死了，是吧？这个气是不够。一扳，对，这个是这个是看得最清楚的，应该当然应该还有别的方法也能活。这反正这个是最对，这个肯定行，简明的活法。嗯，所以他也不能先扳了我就挡住。嗯，这个都要吃了。这也肯定活了。所以这个是很清楚。二路一跳，这个胜利宣言，胜利宣言，不就此拿下了。对，因为金子熙看见这手棋之后就投资认负。没错，嗯，这盘棋其实还是很精彩的，很精彩。对，当中，嗯，其实当中这个攻防这一代开始的攻防啊，嗯，很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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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们的计算量肯定。对，
远远比我们这里给大家介绍的要多啊。是是，这两位高手。然后这边也有大量的计算量，包括这个街，对，黑的把白棋跳出来之后到底怎么样，每步棋都算路很深。然后竟然是白的这个冲冲不着，因为有这个袜，这个也是这盘棋给我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这一个袜。嗯，就是柯洁也是就是非常敏锐的抓住了对手的就每一个就是棋形的缝隙，是他一点点漏洞他都抓住，就是就像这个地方，这种地方它是一个袜。嗯，但是更早期的话可能都不太会往这去想的。对，但是后来竟然就会靠这个袜他能够脱险。没错，不过他后来判断也很清楚，就是弃了这个角之后，黑棋全局就取得了简明的优势。嗯嗯，对，那这盘棋呢，就是柯洁九段执黑，叫不计点胜，金志熙九段，也是为我们中国队也是拿到了一个这个下一轮的席位啊，就是16强，16强，进了16强。对柯洁九来说，他离、我相信他是离这个自己的目标应该更近了一步啊。对，嗯。嗯，好，那今天感谢曹大元老师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精彩的棋局。也、谢谢棋友们跟我们一起分享这盘对局。对，那么明天呢还将继续直播应世杯的第二轮。嗯，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